兄弟们他们都打伞，就他不打。猫子，小猫，不是我的啊？不是，我看你刚刚掉的。你拿什么包？我就拿一个包。有名吗里边？没有。给谁送去了？你这是？他给表白墙的。不是，你给导员去了得。我给导员。你表白墙，那你拿着丢钱不？那你在拍什么？我记录一下，我怕他们讹你。是我们学校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来玩来了。那我现在去找导员。我陪你去吧，你伞。哦，还怪好的。在哪儿呢？导员在那边。走走走，我经常遇到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捡了之后，然后人说这钱丢了多少多少，我得给你拍着点当时。那、啊、多少钱？150。你跟他说没动，他没动。什么我没动？你他动我也没动。你一直要拍着吗？对，我这顺便我记录一下呗。我第一次来大学校园，我可真大呀！杭州老下雨呢，我正好把你送那去，都散着。好、嗯，大几了？24。看不出来啊，大二似的。差不多。哪里人？你是东北？东北的，山东的。问一下，跑那么远上大学干啥？杭州环境好呀。你这老下雨就是。真好看吗？性格挺活泼，东北人性格都挺活泼，是吧、嗯？你为啥没有东北口音呢？因为我是吉林的，文化标准一点。哪呢？导这边这个冷，坐、哦、到里面就可以了。行行行，那、哎、你拿着吧，一会儿。不用。没事没事，我想尝尝学校的饭，拿着，然后我吃完饭再找你要，加联系方式也行。那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吗？那、哎、你们这学校吃饭需要刷什么卡呢？我们是有校园卡。那我咋吃？那要不一会儿我带你去。行，那我陪你去还去送这个吧。好，食堂还挺好吃的，我尝一下我们学校的饭。你请客？嗯，我请你。行。你这是刚下课吗？对，我刚下课。没人。那导员下来了。嗯，你就放在桌上就行。行。我拍个照吧。行。好了。到厕所，你在门口等一会儿。我先去给我送送卡。行，你去呗。按这样，20分钟之后咱在这儿集合行吗？行。啊。我没动啊，老师。什么东西我都没动。娘，哎，这给我拿个戒指。又没拿，天天帮你。我的视频还没拍完结完呢。这表框都没有。你装修缺钱，在暂时呢。早说呀！把你手机呢，拿我。你缺钱你可以试试抖音，能放心借。小点，你会吗？不会。打开抖音，点我的钱包，放心借，然后激活额度，根据要求申请有20万的额度，有钱就还上就行了。你是真熊，我已经给你借完了，走了，拜拜。新道具，走吧，食堂呢？哪边？那边。马上毕业了吧？今年就毕业？对，我今年6月就毕业，室友出去实习了。哦，那没人陪你吃饭吗？正好我咱正好饭大呢。行。倒不陌生啊。我口子来熟了，前面出去就好了。得出去吗？嗯。好吃吗？你说的。好吃。为啥？这个。行。来，记录一下啊。你想把衣服脱了，冷吗？你想坐过来？咱先要向上课同学举手发现问题。举手。是吧？好吃啊！你应该这样举。好吧。哇。你叫什么？凉。我不信。没有姓李的吗？没有。我的手比较凉，他们叫我凉。还好啊。凉凉。凉的。你这吃不得吗？我发现你属于耐看型。应该属于耐看型，但一般都不怎么看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这么大。我靠！大学真好。说这要是男朋友在下面打，女朋友在上面坐着，多带劲！你在这坐着，我下面打。打球去了啊！一会儿给我加油。看好了吗？进了。啊，OK。敬业。你也是这样。在我眼里。你好土。那你不是笑了吗？跟我学这样。把手握紧，什么都没有；把手张开，整个世界都是你。是吗？还是凉的，凉的。世界都是我的。对。感觉吗？怎么样？还挺好看的。这是不是两个人在远处拍？对，在这个位置拍，然后前面200米的位置。对。嗯，这样我在这儿，人我再把我 P 上去不得了吗？等会儿我在这个中间啊。来。我离我近点。这光好看，咱合照吧。
跳一下。嗯。你玩过这玩意儿吗？没玩过。还可以飞上去。这是从天而降的惊喜、哦、是你弄的吗、啊、你弄的嗯，什么时候弄的？是20分钟的时候下紧了。伞呢？我们走吧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从哪儿？这边走，这边走、哦、林云你害不害怕？林云长高，我们山东经常林云。谢谢，就算认识了，但是。遮风挡雨的男人，什么？你明天还来找我吗？来啊，我反正没事。不来吃小狗。拉钩。拉钩。谁不来吃小狗？谁不来吃小狗？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明天谁不来跟你吃小狗？不许当小狗。